新风之谷线上的冒险家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 Molly。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新风之谷15周年庆林林有问必答的压轴活动，来到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见面了。我相信呢，线上的冒险家们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以及期待哦，因为这是这15年来第一次我们林林首次露面啦。那等一下呢，也会为大家来一揭我们林林的庐山真面目。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新风之谷在今年迈入了第15年哦，一路走来风风雨雨，那我相信不管是新玩家或是老玩家，内心呢一定都有很多的感动和回忆哦。那么官方呢，为了回馈给所有喜爱新风之谷的我们的冒险家们，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包含了和我们知名的歌手陈零九呢合作了新风之谷的15周年纪念单曲《风在》。那《风在》呢，它是有实体版的，有分成是我们的普通盘跟精装盘。那精装盘呢，全球限量只有200张，非常的稀少以及罕见哦。另外呢，在我们的8月14号到8月23号呢，也有限定10天的，我们跟北中南三家咖啡厅来合作，推出了 Maple Cafe。线上的朋友们，有没有人已经有去朝圣过的了？ Maple Cafe 里面呢，可以点到新风之谷的专属的套餐，包含了是大人的冒险套餐以及每日登录套餐，另外还有心灵的药水套餐。点这套餐呢，还可以获得我们新风之谷15周年的纪念周边哦。现场没有，我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人说已经有去过了。希望大家都是已经有去过了，因为呢，在里面呢，我们有设立了领林信箱，也就是在我身后这边有一个领林信箱。领林信箱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在领林信箱让我们所有到我们现场的冒险者们可以透过新风之谷15周年的纪念明信片，在上面写下自己对新风之谷的心得感想、回忆、感动，还有问题，都可以投入领林信箱来。在今天，我们邀请到领林来到现场来做一个回答大家问题的动作。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准备了这个风在精装盘的这个奖品呢，要送给我们领林信箱里面的10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精装盘。当然，我相信线上的冒险家一定有人是不客前往，可以不能来到我们的实体咖啡店的话，那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直播中，我们也会准备我们的直播的赠奖机会、直播的任务，让大家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有机会拿到我们这个风在的精装盘。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领林来到现场。哈哈，是我了！哇，欢迎我们的，对，什么？欢迎我们今天一日领林，我们的实况哥吼蛋卷耶！一日领林，大家好。我问一下蛋卷，其实蛋卷是非常资深的玩家，对不对？没错，那当然从开服第11年就开始玩，所以到玩到现在，风之谷的年资玩家年资是15年。我胎教，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胎教就是玩风之谷啦，对啦。啊，你现在未成年的意思，对不对？未成年了，人家15岁而已，是不是？对，然后15岁还好，还是个清纯的少女，是不是？好啦，我相信新风之谷也是非常多我们线上冒险者的回忆哦。然后我们在今天呢，就是等一下也是领林会来帮我们抽出幸运的朋友，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我刚刚讲了，我们这个跟零九一起合作的这个风在的精装盘。接下来我们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诚意满满，重量也满满，好不好？来看一下，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精装盘，非常的包装非常。当然可以呀、啊，来，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来，可以吗？这个很重哦，这个真的很重，这个很重，我们是精装盘，一定要有，一定可以吗？可以，哦、你可以的，哦，这个真的很重，好，你真棒，来，我帮你拿，比我家猫还重，好。给大家看一下精装盘，有没有看到？哎呀，这个它是黑胶唱片，后面看好漂亮哦。对，它是黑胶唱片，但有点重，所以我就不转过去了，这样子。但在各位朋友一定想说啊，我黑胶唱片，我家里没有黑胶唱片播放机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精装盘里面呢，同时也准备了就是这个 USB， 哎，这个在这边、哦、大家看到吗？这个、是一般的，普通盘的 USB， 也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尽情的聆听我们的这个风在的原曲。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直播中呢会送给，就是会让大家来做抽奖的奖品了，所以大家记得要怎么样？直播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玲玲、啊，随时会开抽是不是？随时有机会就开抽好不好？好啦，这个我先收起来，放旁边。接下来呢，我们最近这个节目叫做玲玲有问必答，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玲玲一定是男生，什么玲玲一定是男生？玲玲怎么会是男生？可恶，谁？你怎么会知道？应该看不出来的、啊，怎么了？啊？然后我觉得你很美，唱歌也好听，对啊。
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会是男孩子？对嘛？怎么可能？怎么会是男孩子？不要乱讲啦，你们聊天室不要乱讲哦。我们李玲这么可爱，而且她才15岁哈。对嘛？人家才15岁，不要这样子啦，对人家那么凶，李玲会怕，好不好？好啦，我们来请今天毕竟是李玲有问必答，我们接下来马上要来请李玲来回答问题。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李玲信箱其实里面呢收集了有大概是1000多张的明信片哦，就可以想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是非常踊跃去参加的。那么在这1000多张的明信里面，我们归纳了几个大家非常常问的，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笑？我表情很好笑吗？是我表情很好笑吗？难道是我的表情很好笑吗？没有，我好奇，我很想知道他们问什么啊。是这样的。对啊。好，不是在嘲笑我。不是，我让你讲快点。好，这个我们统整出了大家就是最常问的几个问题哦，然后要来请李玲回答。那因为是李玲有问必答嘛，所以这边就由茉莉来讲题目，然后请我们李玲来回答。没问题。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请问 M Day 什么时候还会再出？在9月的下一个版本会不一样的形式登场。来，注意，今天是几月几号呢？8月底，8月31号，就是8月31号。没有问这个没有讲过的问题，太难了，太难了，是抱歉，请不要犯了，不要火了我。哇，所以 M Day 下个版本就要出了耶！其实时间很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子。分身小号准备好。开农喽！对，最近在游戏的空窗期的时候，刚好大家可以修身养息一下，准备一下接下来要农的时间了。好，接下来下一题，请问有机会出更多阿尼玛的角色吗？哎呦，这个问得好哎。关于这点呢，我们也不清楚，相信原厂未来会有机会推出的。哎，我刚刚想说，该不会要出了吧？因为你们知道胡影就是阿尼玛的嘛。然后我想说，他女朋友你知道有一个粉红色，然后兽耳的那一只，说好可爱哦，兽耳娘吗？对对对，我想说可以，希望可以，因为他们胡影也是，他是老虎的，老虎耳，我想说，要是可以出的话，可以考虑那一只啦，我很喜欢他哎。那不是异种族吗？没事啦，没事，没事啦，下一题啊，下一题，帮他出个女朋友也好嘛。哦，好啦，其实他现在还没有，先为了自己心爱的角色，对，希望他有个伴这样子。好。好，接下来下一题，请问还会开放我们 Lab 伺服器吗？哎呦，会吗？你念是 Lab。Lab。Lab。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计划，但是今年底会有新的特殊伺服器的活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年底。嗯，就是叫大家赶快现在把肝养一养的意思，因为年底其实也蛮快的嘛，就已经要一瞬间到9月啦，这一年过得很快哦，年底已经快到了。对呀。好嘞，接下来下一题，请问玲玲在游戏中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是说玲玲还是我本人？我本人呢？你本人好了。我本人个人喜欢里面的咕咕宝贝、缎带肥肥、雪吉拉，里面所有的怪那种可爱型的怪我都超喜欢。还有最重要的是它的 BGM， 每一首我都会哼哦，每一首它都会唱哦。等一下，搞不好我可以哼一下，有机会吗？线上的观众朋友，现在冒险家不知道想不想听呢？现在如果想听的话，记得刷加一，加一加起来，好不好？加一加起来，不要打零哈，加一加一，希望大家多刷一点加一哦。好，没关系，希望有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唱。他们不刷加一啦，他们刷了吧？他们不刷啦，刷啦，是没关系啦，我们脸书不是脸书 APP 会吃留言啦。哦，一定是被吃掉。对啊，留言加一的留言都被吃掉了，这样子。来看下一题，请问一下，好友跟美容美发的上限会增加吗？哎，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哎。会跟原厂提看看的，我们会尝试，我们会努力，大家敬请期待。因为我自己好友也满了，我也是希望可以增加，但没关系。我现在因为之前一直有人说什么加我好友我都不加，然后我下面那一条每次直播的时候就会很长，挡我半个游戏画面。这一条你说那个交友好友，就是对交友好友的申请，真的、哦？对，那个可以关掉吗？是可以关，但是你就看他一直堆高，就会有一种。我跟你说，我都关掉。哦，是啊，这辈子没人加得到我。啊，好爽哦！我跟你讲，人家他还假装有啦有。好，我们下一题，谢谢啊，下一题。请问探险队有机会增加多人探险吗？哎呦，答案是呢，未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增加多人模式。哎，其实这个探险队很好玩，它是最近刚出了一个活动，就是在风之谷里面，它有一个5人岛，可以在上面生存。就要度过之外，还会肚子饿啊什么？就你一个人，目前只有单人。哎，有 Wilson 吗？有排球吗？不
不要讲英文好不好？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啊，所以你就是想要多人混战，这样比较容易。就是如果有人一起生存，感觉挺跟朋友一起玩还蛮好玩的。因为你在上面如果一直活到后面，你会有点寂寞啊。啊，你现实中也在一个人打游戏，也不是很寂寞。一起玩哦，也可以啦，我们各自让大家可以共斗，增进那个玩家联系玩家之间的感情啦，这样子好不好？让大家对游戏粘着度更高，这样子没错。好，接下来下一题，请问一下，可以优化地图轮的箭头吗？这个是我们在228版本会优化这个问题，可是我有个疑问哎，所以你是看不清楚那个方向键吗？他看不到那个，我来看一下他是怎么问的。他其实有块被贴起来。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的题目，他是被遮住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我来看一下。好，可以优化地图轮吗？看了眼睛真的很痛。好，不好意思，我们会尽快改善的。我们会尽量努力这样，大家也可以在风之谷里面多多训练自己的视力，这样在未来就是在路上就很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哦。好。对哦，好，我们其实现在提问到差不多到一半了，但我刚刚 Molly 其实有提到说，我们今天在直播中会做一个就是直播的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所以等一下，有看到这剩下五题，1、2、3、4、5，5题结束以后，马上要进行第一波的抽奖啦。所以我们请怎么样？太快了是不是？没有，就是很紧张啊。你紧张什么？有没有抽你？不是，这个是限量的东西，又不能买。对，它是这样的，就是吧？全球只有200张。等一下，没有来，等一下我们五题过后，马上在线上再进行抽奖，好不好？所以大家开始说好话，做好事，积积阴德。不要你积，你积阴德讲一次就好了，不要积积阴德。好了好了，积积有点感觉有点不是，好算了，没事嘛。下一题，脸书应该不会编台吧？你真的没硬要解释。下一题，我做了吗？好了吗？下一题是，请问白富家还有觉醒星火会常驻吗？会吗？答案是不会。当然，这里真的这样写水哦。我刚刚也很好奇，会不会啊？水哦。好，不会。等一下，那个最近还有一题，哦、还有一题，来，请问顶配的 set 是否会跟上韩国同部位的装备量？键不能触发 set 呢？会吗？看一下哦，下一次的系统改动会在229，但是因为详细的版本的那个更新内容还没有发来，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给你们肯定的答案。但我希望是不要那么快改啦，毕竟人家也穿了2条顶配。但你也是今天才发现这个事情吗？对，你也是今天才发现这个 bug 吧？没关系。希望不改。你要说你没有战力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没事，这个很害羞，妈妈会看，妈妈会看，这是真假的啦。跳过下一题。好了，来下一题，请问会出椅子收藏系统吗？哎呦，这点呢，我们会向原厂提提干，但近期送的椅子都会尽量以账号内共同为优先，所以你们可以先搬去小号放，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开放了，再搬回来存一存就好啦。很聪明齁，我知道大家一定都什么都想要，哪一张椅子都想要。对，因为我自己的椅子也都很满，然后有时候我在路边跟人家要钱的时候，有人会一直给我椅子，你是丐帮吗？然后我的椅子已经满了，我就好心痛，要哪个跟他换这个椅子。对，为什么在路边会跟人家要钱？这游戏有内建这个系统是不是？有啊，可以在路边要钱。因为风之谷的玩家真的很友善，就是嘿。Hey.他们，你跟他们要钱，如果你很诚心诚意的发问，他们大部分都给你钱。我觉得对，是不是？真的，真的。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休闲啊，我的一个消遣啊。OK， 我以后我就是刚，我最近刚载完《风之谷》，所以我一进去登录游戏，我就跟路边玩家要钱。要到了，对不对？没有，还没载完呢、啊。那你可以，我教你几招好不好？好，就是你要钱的时候，你要一直按下，一直趴，然后按那个 QQ 哭哭脸，按哭，然后一直趴。哦，我最近刚回国，买不起药水，可以给我一点药水钱吗？QQQ 买药钱，对，重点是你要一直，然后他给你了之后，他如果只给你100万，你就要跟他讲说 QQ 可以再多一点点吗？他通常会给你500万，真的假的？会翻五倍哦，对，通常会到500万，然后给你了之后，你要记得要。按那个 F2 再继续趴，谢谢，到下次他才会愿意再给你钱。他下次遇到我还会再给我钱吗？他不会觉得我是诈骗集团吗？不会啦，就这是一个永续发展，你要帮下一个
来要钱的人积点那个嘛，积什么基金的，是不是？对，就是我们要让这个产业永续发展下去啊。好好，来我们哎呀，新就老玩家给新玩家的中肯的建议，这样子，好好啦，谢谢你，我会努力的，好不好？来下一题，请问惹人什么时候会复刻？哎呦，是我们的惹人爱的脸吗？我们这个呢，目前还没有确定确实的复刻时间，会继续向原厂进行建议。跟你们说，我超难过的。我刚刚知道一个消息，你们知道我想要那个失魂脸已经很久了吗？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上一期刚出，然后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我问他，不会，暂时不会出。是你观众没有跟你讲吗？对，他们答应过我，这个脸出的时候会提醒我的，居然没有人提醒我，我现在超难过，失魂脸了。没关系，下次有机会，下次你观众一定会提醒你的，好不好？好了，不然你只好叫官方提醒你了，也只能这样了。好啦，下一题，请问玲玲，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嘞？这个玲玲呢，个人是喜欢日式的那一版本，因为它那个对练等比较有帮助。其实我玩风之谷主要时间都是在练等，我很少打王，我是享受那个练等的过程，练等的快感。没错，所以那个是最快乐的一个版本啦。好，来看下一题啊，这题结束以后，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波抽奖了，是不是很紧张？最后一题了吗？很紧张，很紧张，最后一题，是有很多题。太快了是，对啊，那大家多答几题是不是？我再拿一些给你啊，要不要？在等抽奖啊？对啦，现在大家等抽奖了。最后一题，请问一下，未来实体活动会继续办吗？那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哎呦，其实这个也不用看了，因为风谷它基本上每一年它的活动都办得很用心，不管是什么那个人体排风液的活动啊，甚至还有那个密室逃脱活动啊，感觉很好玩耶。对对对，你有逃出来吗？有，我那时候有去玩，就在那个宣传里面，超厉害，我就觉得哇，一个游戏居然可以出密室逃脱，真的是太狂了，是蛮厉害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实体活动的部分，它不会有特别局限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期待一下。然后他们也会参考韩国具有高人气的实体活动呈现方式，好，一起期待吧。期待哦，我每一次都想要去参加，我每次都会去参加。啊，你为什么没有去 Maple Cafe？ 那时候工作太忙了啊。对啊，我有看过他送什么东西，那个杯子超可爱的。我没有去，很可爱吗？对，它是一个很可爱的透明杯杯，超可爱的。那你也不要问一下观众有没有也不是在路边要钱嘛，我们直播要杯子蛮正常的吧？好啦，他们现在很期待耶，因为我们已经问完了。啊？已经问完了，所以要马上来进行第一波的抽奖。我看他们很期待啊，对啊，他们很期待。玲玲是蛋卷，对呀、啊，怎么样？我是一日玲玲，一日玲玲，字卡赶快扒上，玲玲是玲在这里啦。大家好，他是玲玲，是我啦，啊，他是蛋卷啦。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进行第一波的抽奖了。要抽的是我们就是这一次十五周年庆跟我们的陈零九歌手合作的这个风在的精装牌。精装牌要来抽五个。那在抽奖之前，让大家来看一下游戏规则，请看。好，等一下呢，我们小编呢会在下面用一个长长的留言的截止线来下方开始计算，最快速在下方留言“新风之谷十五周年快乐”。我们以最终呢小编后台截图的前五名的朋友呢是得奖者。那你知道脸书其实有很多同名同姓的人啊，比如说像是志明啊、春娇啊，那我们就是如果有账号名字相同的情况呢，会以小编截图的姓名还有头贴为准。那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会跑一个字卡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得奖者的确认。那另外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粉丝专页没有开放私讯，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粉丝团，在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之后，会另外再发一个贴文，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领取今天拿到的奖品哦。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让玲玲来倒数哦。五，好，祝你准备好，要在那个线下面哦。对啊，三、二、一。Go! 好，其实应该很快，有吗？就结束了，应该就这样就结束了，很瞬间。我刚刚在看他们讲话，有人说他去二十次，去二十次，对，他去那个咖啡二十次，我好惊讶。那你一定有很多杯子，二十次啊，不对，要十天而已啊，十天怎么去二十次？啊，一天可以去两次啊。对，十天你怎么去二十次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数学不太好？嗯，不然你是不是搭高铁？你坐北中这样来回，我就接受你这个二十次。对，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怪怪的。没关系啦。我不太那么相信你。对啊，大家都在刷留言。有了，因为前五个其实。前五个应该截止线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截止线在哪里？没有，那么前面。差不多在那个对话后面。小编啊，你在哪里？
小编应该已经打完了吧？啊，出现了。哦，它是小编的后面的五个哦，所以看谁是大家记得是小编的留言。對對對對，其实因为我们直播有延迟的关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准备，听到我们讲解的时候你先准备把那个字打好，嗯，然后小编截止先一出马上把 Enter 按下去，这一次当练习，等一下还有机会，没有错。我们除了第一波抽奖之外还有第二波的抽奖，好吧，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佛心来了，就是回馈给大家的，好不好？好啦，这一次没抽到奖没关系，下一次还有。好，这个女朋友分手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啊。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哎、欸。你是男朋友吧？哦，对。OK， 好，你为什么是女朋友？好了，我们来看，就是我们零零信箱呢，除了抽到大家很多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包含了就是这十五年来，我相信新风之谷给很多玩家们很多感动、很多回忆。那我们今天呢，就精选了几个文情并茂的回忆要给他，很多张哎、欸，大家感动都很深哎、欸。对，这就是准备等一下要念很久的意思。你看看看这个。小卡，我们可以听听看跟自己的故事像不像，你们也可以在直播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我们看得到。对，有没有人因为新风之谷结婚的？我最想看到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那种在自由市场做生意的那种人，然后他们就是一对夫妻。欸，其实我现在长大在想，是真的夫妻吗？还是我自己用另一台电脑假装是什么啦？就是长大之后才觉得，欸，其实很怪哦，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分饰两角。干嘛分饰两角？自己一个人寂寞啊。好啦，我陪你嘛，我等下去练等嘛，我再去路边要钱嘛，好嘛好嘛。原来是这样吸收新玩家的。好来看一下他们的心得跟我们一不一样。好啦，我要用那个他的语气来念哦。好啊，那你要投入情感。嗯，我投入情感。好，然后甩一下头发这样子。好，哎，新风之谷十五周年了，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已经出社会，来来了去去的人很多，男朋友也换了几个，没有，他没有写男朋友了。Oh. 也在不同时期认识了不同的朋友，唯一不变的是风骨一直都在。谢谢九哥跨刀打造的纪念歌曲，每一句歌词对我们来说都很有意义，就像在诉说着我们所发生的故事以及感受。希望未来还能够有多一点的实体活动让玩家参与。最后祝新风之谷十五岁生日快乐。嗯，我讲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还是真的起来。哎呦，我投入情感啊，哇哦！来换你念啊，来啊！好，我来看一下，尬一下，来换你。嗯嗯，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呢。哎呀，怎么是同一个人呢？我是被欺骗感情了吗？哎，你这位先生，你去很多次哦。那来，我们换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那来给你。你去很多次哦。嗯。哎，等一下啦。这个也是，对呀、啊，没关系，我们念一张就好了。对对对，因为他可能去了很多次，然后他就他可能真的去了二十次。嗯，好来，现在开始回顾十三年前的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因为风之谷，因为管理工会，成长了好多，也领悟了好多，都是在我人生中无法教会我的。对我来说，风之谷就是这么重要。十五年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是不是你也会起鸡皮疙瘩？对不对？为什么？是我太投入了吗？难道是因为七月的关系吗？可是他很认真，他就说他觉得他在游戏里面成长了。你在游戏有成长吗？你说抢怪吗？要钱抢怪是不是？要抢是不是？叫东威主教来哦。对，好啦，我知道怎么骂人而已啦。嗯，你在游戏里面有跟对骂过吗？赶快说没有，赶快说没有啊！没有啊，怎么可能会骂人呢？对嘛，我们十五岁小妹妹还不会骂人。啊，下一个，下一个啊，嗯，几个活动真是太棒了！十五周年限定的明信片根本超美，好想私下收藏。真心觉得高雄工商运的整个体验超级，怎么了？整个体验超级无敌用心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实体活动。从小玩到大的游戏就是《风之谷》，十五周年快乐！抽到我吧！我们这次抽出来赌而已，不是中奖。等一下会再丢回去，对，会丢回去，大家不要担心，不是被还没中奖呢，还没啦。等一下五扣零啊，五扣零啊。对，抱歉，让你白开心了，换你啦。好，D200《风之谷》在我小学时是班上最热门的游戏。陪伴我九年的学生时光，后来上了大学，离开了六年。嗯，你大学上了六年，好，没关系，三年。终于在硕士硕士毕业啦！终于在硕士毕业后有时间回来看看啊，真的变了好多好多，但始终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
很幸运在童年中有这款线上游戏，祝新风之谷十五岁生日快乐。谁啦？吓死我！我刚想说六年，吓我一跳。你大学读六年也是蛮屌的。对，来下一个。嗯，国小三年级初次接触风之谷之后，生命中便一直有他，甚至历经了刻骨铭心的恋情。后来去当兵了吗？前几年也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英雄见面会，虽然出社会后就鲜少有时间重拾最初的感动，但我仍会默默地支持新风之谷，也祝福这个游戏可以历久不衰。嗯，真的。哎，这个水啦，这给你啦，水啦。等一下，这一张糊掉了，好像是用水性笔写的，有点糊，但没关系，我会试图解读这个文字。你好吗？我也是断断续续十五年的小玩家。朋友都叫我屁心，屁心，谁的朋友自己认一下。谁啦？抽到你了。从十七岁到现在32岁了，小孩也8岁了。从2005年的利刀贼三角后，2007年的全信刀，这一段回忆真的是很有感触哎。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练了利的镖贼，然后后来也是重练了一个全信的镖贼。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经过这一段吧，不小心练错了情怀。不是不是，是因为他的装备其实是有限，如果你要照着他商店的装备穿，你要点一点点力量。但说实话点幸运比较影响他的攻击力。所以后来你就会不去照那个装备穿，你会去穿浴袍。然后就不点力量，你会比较强。你是一脸不想理我啊，这个是我觉得你讲起来真好。老师您说的真棒，您说的都是。好是。然后呢，在2018年12月2号时玩起雅克，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挂号游戏的生命。雅克真的很好玩，给了我许多新的回忆。前几天打完混四都235等了，还去欺负嫩怪。怎么好意思讲呢？最近我才发现穿杂虾起宠在艾斯佩拉的树上走会变成跳虾哟。还有跳虾梦都后街的野图有棵树居然会动哎。还有被缓速时宠物也会跟着缓速哎。您知道风谷内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吗？谢谢风之谷陪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老，目标是无轮无烧练到275，祝福风谷团队持续的努力。哇，他观察好入微哦。这张很用心哎，他完全把他在游戏里获得的感动都写出，而且他说的很多东西我是不知道，原来穿杂虾会跳哎、欸！你回去跳跳看，你们知道吗？你回去跳跳看。对啊，你们知道他说的这些小发现吗？好厉害哦！有人就吃饱太闲，不要乱讲话。他是观察入微、欸，对啊，细心体验，他很厉害、欸，感受制作团队的认真，有没有用心这样子？你们如果有什么新发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很小彩蛋，应该是不错。嗯，来，这个是写诗一样的，这位朋友。第一次的枫叶，那是距今14个年头，食色之出则立哈哈哈哈哈食色之初则绿，拿什么东西啊？你念啦，你念。食色之初则绿，是不是很难念？对，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没关系，这是诗人写的。我仍是懵懂的少年。你讲我要去南港展览馆看展览，我要去南港展览馆看展览。你敢大声讲？我要去南港展览馆看展览。好好，很棒，我是对的啦。好，下一个，这个好难念，这个好长哦。哎呀。加油了！一款从小玩到大的线上游戏，这十五年改变的事情太多了。风之谷占据了我许多回忆，始终对它不离不弃。最近第一个玩的职业要升上250等了，觉得好兴奋又好期待。每当要接近封顶时，等级上限又开放了。希望有生之年能真正封顶一次，前提是风谷要活得好好的。十五年真的不容易，玩家们的热忱和投入一起见证风之谷的成长。最后，谢谢您抽到我，耶、yeah! ！还没抽到啦，这个是没事啦，等下会再投回去。你写的很棒，我们提出来表扬你，老师给你一个赞，然后等一下帮你放回去。好、哦，从《风之谷》3周年玩到现在，这个游戏陪伴了我12年，也代表我大部分的童年回忆，2/3的人生。所以他现在几岁？所以他现在36岁，2/3人生没有他18啦。32，对不起，数学不好。没有啦，你数学真的不好。数学老师有时候教一教，突然叫我们起来上体育课啦。
是这样吗？对，好，继续。怪、欸，不论这游戏中间变化了多少，每个版本带给我的感动都不同。谢谢风之谷一直以来的陪伴，过去、现在、未来，我都会继续支持。我爱风之谷，祝十五岁生日快乐，以后每年都快乐。谢谢 PS， 谢谢所有工作人员，水啦！谢谢所有工作人员，来来啦！好，再来一次，换你。谢谢你自我七岁以来陪伴了我长达十五年的时光，能在游戏里和家人朋友一起聊天打王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对，他真的这样写，但我看不懂。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也都能够有风谷的陪伴，不只是回忆，还有现在和未来。哎呦，有在听歌。你需要我唱一下吗？你这是 cue 我对不对？啊，什么歌？还记得，还记得，我在风谷是童年回忆，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有怀念。好，风谷也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感谢风谷，也谢谢愿意和我当朋友的人们。谢谢你 cue 的好啊，弥足珍贵就是很珍贵的意思啦。我知道啊，是吗？下一张。风谷是童年回忆，小时候兄弟姐妹们轮流玩电脑的时间都在练风谷，那是波接的年代吗？后来大家长大就渐渐少玩，我身为家中最小能玩的时间最多，也陆陆续续结交了很多游戏伙伴。后来家里电脑负担不起风谷的效能，整个超累，隔到直接宕机，这个是谁选的啦？只能退股了。过几年买了笔电，又回股一段时间，因忙学业只能再一次退股。你怎么一直在退股啊，兄弟啊？我跟你讲，风之谷就是这样，你有事的时候你会先不玩，但是你看到别人在玩，或者是你听到那个登录音乐，你就会上去玩。是吗？那你唱一下登录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哼的，对不对？嗯，好听。好，继续。天籁，随再次回顾，已是暑假，好多人事物已飞，感觉孤单。直到今年大学毕业回顾，听到多年不见的伙伴一起玩，将老朋友带领我找回了热情和感动，特参与此合作。谢谢零零粉专消息和所有相关人员。随啦，他好认真的写完了，对，他写的很工整，他写的，对，他的巨细靡遗的交代了家里的心过程。对，就是大家其实都写的还蛮用心，不是为了抽奖而乱写、啊、大家写的还挺用心的。对啊，每个都写，然后你要念很多话、嗯、你好，我来看一下。嗯，2005年初夏，风之谷默默的席卷了全台中小学。没错，我那时候校门口全部都要翻他光碟。真的吗？真的，我就是那，我就我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光碟开始的，就是拿那一片之后就玩了15年。你小时候玩的第一个游戏是风之谷吗？线上游戏？对，对，我是，因为我本来不打电动。哎呀，看来我比较年轻。不想理他。想起电脑课的那一字排开的游戏画面，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脚踏入了这不平凡的冒险世界。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来自各地的朋友，素未谋面却惺惺相惜。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相信约定的枫叶会停在最好的安排。哦，这个也是来唱歌的，对，是歌。我们一直都在，也要一直在等你回来。祝新风之谷十五周年愉快！哎，听他们都会鸡皮疙瘩，你知道吗？是广告词吧？都会鸡皮。这里，我要再说，这主要是跟这次的歌、啊，我们一直都在。对，它 是歌曲的歌词，是不是？哇，真的好适合做广告词哦。这字好美哦。哎，这个字好漂亮哦，超美的。对啊，可以帮我写情书吗？好，看一下了。曾经只是看着表哥玩就觉得好开心，后来在表哥的账号中有了自己的角色，又后来家里换了 ADSL 网路，换了 Windows Vista 电脑，我有了自己的游戏程式，也有了自己的账号，更有了只属于我们的冒险故事。中间历经了多次的退股与回股，你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历经了多次的改版，也历经了太多的回忆。你很喜欢用白笔哦，就是没事啊，没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没事，没有没有，不是，那不是我说，那我妹说的。嗯，有人说初恋是最难忘的，这就是我的初恋，新风之谷。难怪我一直忘不了他。嗯，这是我吗？对啊，欢迎啊，你这张很细哦，也是初恋。对，第二新风之谷美丽小编玲玲，嘿，我是一日应该也算是美丽吧。我念两个月就18岁了，从4岁因为我爸开始玩风之谷。只有寒暑假才可以玩，所以每次放假都很开心。最近更因为练极真空手道，就更没有时间登录了。但至今玩过的手游没有一个是像风谷一样可以让我不玩都非常想念的，连合作的商家或展览也是。
年纪还小，不能自己飞奔去台北都很old，现在要18岁了，经济或各方面都开始有能力，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继续办更多的活动，我一定会排除万难杀过去买更多周边的。另外，风之谷从以前到现在变了很多，其中谩骂声也不少，但不论你们发展成什么样子，我都会默默的继续支持新风之谷。感谢新风之谷的所有工作员工，我爱你们。他是14年的主教哎，哇靠！他从4岁开始玩呢，4岁就可以玩电脑了吗？4岁，爸爸叫他，可能爸，因为那时候有些年轻爸爸会玩，他就带着小朋友玩。哇，你好佩服你，你4岁开始哎，14年的主教，尊敬，14年，我尊敬你，15年了，所以他几岁？有人说这是来业配空手道的吗？对，他的名字都写进。没有啦，什么空手道？其实我回家可能会 Google 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最后一张啊，大家知道最后一张代表什么吗？我们等一下马上进行第二波的抽奖了，好不好？对，其实还不算抽奖，它是凭实力、凭运气、凭手速啦。对，来单身练出来的手速，赶快！你知道我刚刚讲了，我们等一下在讲解规格的时候会跟你讲说那关键字是什么。对。上一次关键字不一定是这一次的，我在讲解规则的时候赶快点，就是先输预先输好，对，准备好以后呢，小编的留言出现以后，在下面留言的前5个才会算是，好不好？好，来念最后一个啦。Hello， 新风之谷，我从小5开始接触风之谷，到现在已经要当老师，哇，已经变老师了吗？哇，好感动哦！从只有风之岛、维多利亚等地图，一直到现在的风之谷各宇宙，15年历经承载了我年少的欢乐与痛苦，出生上250等的快乐，轮回再也回不去价格的心痛。QQ 点点点，忘记买商品，硬币棒最牢，好多回忆都在风之谷。未来我会把笑啥？没有，因为我很有感触，我最近刚发生。硬币棒最牢。我硬币，我那时候买了那个什么升等药水，结果我忘记上去喝了，我好难过。没事，未来我会把教，未来我会把教室布置成风之谷风，哇，继续延续感动。哇，老师，你一定要拍上来 po 给我们看。百帅丰隆，帅差丰隆。老师，你的 ID 也很帅哦。他已经没有煞气耶，什么都已经不错了吧？他小五开始玩耶。我粉色冰淇淋有什么好意思笑人家？不是粉色小甜点吗？我有2只啊，有很多只啊。粉红冰淇淋是我的剑士，粉红，对，粉色冰淇淋是剑士，粉红小甜点是我的标准。水哦，这个名字我这辈子取不出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才几岁，他也是，他那时候才几岁哦。好美，然后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第二波的抽奖了，来，我们一样来给大家先看一下规则。来，请看，我们第二 part 的关键字不太一样哦，请大家要注意哦。来，我们以小编留言下方开始计算。最快速就是小编打完那一长串以后，下面的才开始算哦，所以大家先准备好，先不要送出哦。最快速在下方留言我最爱玲玲，不能打我最爱蛋卷哦，最爱蛋卷不算，要打我最爱玲玲。我们最终以小编后台的电脑截图为就是前5名是得奖者，那一样如果有名字账号相同的话，会用我们截图的为基准哦。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呢，片尾我们会放一个得奖者的名单，那在之后也会发布一篇贴文告诉大家怎么拿到这个奖品哦，请大家就是再等我们的贴文。好，大家准备好了吗？一样要再次请我们的令令来倒数啦，倒数了，3啊，不是啊，这么猝不及防，是不是？对啊，2 一个。好紧张，赶快来看，我刚才看他们说话，他们都在打我最爱玲玲啊！对啊，我最爱玲玲，爱你，爱。不，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等小编留言出来。我也想要再等他一下，看他有没有出来。好，我们两个往前弯，那个画面差好多。什么意思？没事啦，那我不要往前弯嘛，我这样嘛，好不好？我现在只能这样，是不是？我等一下就只能这样，是不是？这样很累耶，这样不能看字卡。好啦，赶快看那个，小编的留言还没出来。对，还没看到啊。小编也在看，小编没有在看啦，没有，小编没有在看啦，没有。好啦，有吗？有吗？我还没看到小编。还没，还没哦。是不是我们倒数的太快？他猝不及防。不
可能吧，我们制卡的时候就那个了呢。没关系，多刷几次，我最爱玲玲也蛮好的啦。嗯，心情会很好。你们要等着，因为要在那个小编的留言之后才算，先不是先抢先赢，不是不是有打就有算这样子。大家等一下小编的留言，结果小编的留言被吃了。对啊，哎、欸，小编留言是被吃了是不是？小编啊，你在哪里？小编在哪里？小编，没关系。小编就跟我男朋友一样找不到。哎、欸、有哎哎、欸、不是不行，嗯对。他可能是那个吧，没关系。反正等下小编会整理完，最后他还会给我们。对对对对，他会给我们名单，不要大家不要紧张。好，那接下来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在就是实体的那个 Maple Cafe 里面，林林信箱有收到很多问题、嗯。那我相信有些朋友呢没有办法到现场的，一定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的林林哦。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开放让大家来线上来做一个问答，线上提问是吧？线上直接提问这样子。他们会不会现在只想刷我最爱林林，不想领我们？有可能，有可能。OK 了，是。看到他们那边有可能再一次是不是？好，来、哦、我们又是非常高兴的，就是也不是很高兴，就是要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小编的留言被吃掉，小编的被吃了。好，其实我在脸书实况还蛮常发生这种事情的，自己的留言也会被吃掉。对，我自己的留言被吃掉。好，没关系，那表示大家现在都还有机会。那我们要再重新倒数一次，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关键字再上一次字卡好不好？给大家再看一次关键字可以吗？给大家看一下，一样在小编的留言下方开始计算哦。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三、二、一个，哦，有没有？不要再被吃了。对。啊，怎么算前几名？哦，因为我们算的方式是在小编的发，小编的那个留言底下的前五个，所以因为小编他没有发话成功，表示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还是可以抓到前五个，有机会。对，赶快趁小编留言的时候再送出那个我最爱玲玲。根本没看到小编留言，对，因为刚刚被吃掉，所以我们重来一遍。对，请大家稍安勿躁，看一下小编留言以后就赶快输入这个我最爱玲玲。好，我也蛮意外的，居然会遇到这样的。对啊，今年会开放 M Day 吗？我们前面有回回对对有回过了，他会在下一次。下一次吗？下一次的改版吧，不是吗？我记得是下一次的改版。我们这边看一下问题卡。那也太快了吧！下次改版九月就是下一次改版嘛，就是它会在九月的下一个版本就会有从用不同的形式吧出现呐、啊。对，所以我目前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型。嗯，只能就是从今天的问答看起来，其实下半年的活动应该就知道还蛮多的、嗯，还挺多的。对，就大家可以慢慢的期待这样子。我觉得它几乎活动都还挺多的。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协助确认一下后台的小编留言有出来吗？没有，是不是？又被吃了吗？那他们呢？如果他那边看得到吗？还是他那边是完全后台看不到他自己留言？应该是因为主要是前端，如果可能看不到，大家会比较在意吧？哦、因为毕竟是抽奖活动。嗯嗯，对，要再一次吗？不然我留言好了，怎么样？换我留言啦。要再一次吗？对，因为小编的留言被吃掉了。因为今年会开放日食吗？好像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对啊，目前没有读到。嗯，其实我们现在同步有开放，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直接来问玲玲问题哦。就是除了那个身高体重三围，还有那个未婚单身之类的不能问之外，其他游戏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问哦。好，好，那我们这边不用，就这样继续。已经有了、okay、有了，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嗯！我们在后台终于发现了小编的留言，太好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在后台出现了。好，那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在片尾，大家如果想确认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呢，我们今天会在直播结束的时候会再跑一遍中奖者的名单，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嗯，到时候再确认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我们的聊天室有开放给大家来进行可以领零的现场问答，嗯。有人说我最爱蛋卷，我也爱你。啊，我嘞？好，我嘞，我嘞，我再嘞。好了，我也爱你。哎、欸，你不知道我爱啊、喔，对不起。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好啦，好吧。蛋卷吧，聊天室唱坏了，你看看你。他还没开始唱歌嘞，他都还没开始唱。不是，他还没开始唱歌啦。我哼了一下，可能电波干扰而已，没关系。没有。那你们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帮你们偷问，对，可以来帮你们偷问、哦，就是来问问看，对，问问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蛮多问题的。我觉得还是很多我最爱零零。对，还在零零，还在零零。零零是右边那个吗？右边、左边，我们的右边是谁？啊，对啊，是蛋卷，怎么了？我是一日零零，你好。一日零零，对。哎，零零之后是不是有活动？你今天有刚好跟大家讲吗？哦，对啊，剩下跟你们说一下好了，在那个九月五号的时候啊，橘子整个它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活动，我也会去参加哈，风之谷环节，新风之谷环节的活动。好，我会在上面会有那个猜歌环节，你们要记得去看哦。水哦，猜歌环节，水哦，赞哎、欸，有人说我最爱 Molly 啊，谢啦。有了有了有了，对啦，好了，就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好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来，我看。对，请问吉林为什么不帮我放大？跑错边了哪里？是吗？原来跑错边会不帮你放大局？吉林是那个的啦。吉林是什么？吉林是别的游戏是不是？对啦，跑错棚了。你是不是来乱的啦？你是来乱了。你是不是把我当卖鱼哥那个？因为你死得太快了，来不及放啦。好，影子背包，刚刚我们是有回答过了、啊。对，影子背包，他是说可能会跟原厂提案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出那个就是收藏系统。对啊，他现在是说会出共通了嘛，基本上是就只有用共通。然后就是目前尽量开那个账号共通，所以你可以移到分身去放。嗯，好。还有什么神之子什么时候会开？哦，对，神之子这个的话，啊、神之子什么时候会开？我们要问一下，什么时候会开？对啊，我自己很好奇。哦、oh, oh, oh, 好，今年底或明年，今年底或明年初会，哎，会开。今年年底真忙，对，今年年底真忙。但是这次一定要好好记得去把它创起来放，就算没有空练，也要先创起来放。我现在已经学会这招了，因为神之子真的很难等，他就是平常不开放让你创的角色。什么？对，他平常不开，然后他的那个，我记得他加的能力也蛮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自己先开起来放。啊，我前几天新仔有那个可以选的，我要创下去吗？神之子还没吧？还没吗？对，他说今年底明年初才会开放啊，所以那个留着，然后记得去创。好，逆转发型还会出吗？逆转发型还会出吗？我也很想知道。会出吗？会出比个圈，不会出比个叉。好，我们会跟原厂建议的。好，会跟原厂建议。OK。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哦。对，还有什么？哎、欸，好多我都好想知道哦！不行，你不然我自己来留言好了。你要自己，还有什么？有机会再出水枪拼图吗？水枪拼图会吗？有机会吗？你搞这机会？叹气了，他们叹气了。哎呀，啊，刚刚就说那件事，我刚刚不是后面很乱，后面很慌，很慌。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水枪拼图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活动真的是再忙都要抽空上来参加一下。因为毕竟有些活动毕竟不会复刻嘛，对啊，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还是就是赶快来参加一下这样子。然后，好好笑、哦。皇家有机会由玩家投票吗？对啊，可以吗？还会有机会吗？我不想再看他摇头的表情了、啊。腼腆的笑，失败了、哦。所以是我们有试着要提案，但是失败了，没有成功、okay, 好吧，没关系啦，反正他就是会轮嘛，轮到了就，对，还是可以抽到了。我又想到我的失魂眼了、啊。没事，你下次还会有机会的啦，好不好？我等很久，我等两年了。那你还没关系，身为一个资深玩家，还有下一个两年可以等嘛？对吧？反正我们新风之谷还要再下一个15年嘛。我想新风之谷玩家们，如果明年不就是随时只要出了失魂脸的脸型，拜托私讯我的粉专，告诉我出了，我一定要上去抽到它。好吗？拜托你们了，我只能靠你们了。不是啊，你之前也跟你的观众说过，他们也没说。啊、我观众不讲，所以我就要靠他们啊。他们比较认真啊，我的观众可能就没那么认真看啊。好好好。对啊，他们比较认真啊。拜托拜托，失魂脸型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脸。好，来 RB 达人勋章还会再出吗？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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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RB 啊哈？哈？
我不是、哦、谢咯。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哎呀，手语大师哦，芝麻没有啦，目前没有这个规划、欸、没有这个规划。妈妈我要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手语。好，哎、欸，这个过年回亲戚家，亲戚家可以用，有没有要家里朋友？现在儿时梦什么时候要出？好啦，其实就是基本上那个发型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你就像我一样，拜托亲朋好友看到的时候真的要把握上去，错过了就没有了。好，以上。我觉得这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是有一种我的灵魂要被抽干的感觉，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觉得灵魂要被抽干？对，就是了解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其实聊天室的留言，其实我们官方都有看到，然后我们官方也会持续的，就是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官方也会尽量的帮大家去完成，比如说什么复刻的心愿啊，比如说推出更多更好的活动啊。那大家记得就是持续关注官方，嗯，我们会帮大家继续解决。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来抽出我们的奖者啦，就是我们、啊、这么快哦啊，怎么样？这么快哦？你还想干嘛？哎，没有，有点快，快的我措手不及。是不是对啊，我还在看，我还在融入他们的那个聊天。没有啦，不行啦，我们时间有限制啦，这样时间很限制啦。我有门禁啦，我九点半要到家。好啦，好啦，好啦，我马上来，就像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从凛凛信箱里面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一个丰载的精装盘。我今天要抽10位，那请先上一下我们的抽奖规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8月14号到8月23号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在北中南三地呢，就是联合。跟一些咖啡厅联名，然后出了我们的 Maple Cafe， 那里面设定的凛凛信箱，然后而且就是有把我们明信片呢写完完整资讯投入，有就是有个人资料，有姓名、电话、地址、信箱的，然后就是可以投入我们的凛凛信箱，就符合封在我们的新风之谷15周年纪念专辑精装盘的抽奖资格。那么一共会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好，这边的话呢。来，我们要给请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镜头。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拿到的，包含了就是感想跟问题吗？嗯，这些呢，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一样会帮大家放回去这个抽奖箱里面。进去喽，进去了。那怎么了，小夫？我要进，没有啦。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那个。对，就是里面1000张，真的很重、啊，真的很多张，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大家的爱。有没有看到1000多张？大家的爱。好，给大家看一下，都投进来了哈。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好，好，邀请我们的玲玲来帮我们抽一下，好吗？玲玲，请抽，怎么样？没有、啊。你先来啦，来啦。我先大拉一下。好啦，你不要把箱子拆掉哦。不会啦，不会啦。箱子不要拆掉。不会，因为我跟你讲，它现在整个都在一起，我把它打散，这样比较有机会。好了，散了。好啦，10个，你不要偷看哦。我现在抽一张嘛。好，你现在抽一张起来，我们会念名、唱名，就跟尾牙抽奖一样。怎样？不要看是不是？没有，我怕他说我作弊啊，不看啊。好，我们这个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叫赖圈红。嗯，没有留电话，有留 email 是 QWEA 开头的，应该很多人是这个。没有电话不算哦。啊，没留电话不算啊。等一下，我帮他看一下真的有没有，好不好？啊，真的没有啦。真的没有，好难过。你要留电话，留妈妈的也硬要留，知道吗？啊，家里电话也可以留啦，公司电话也可以留啦。啊、好啦，抱歉了，这位朋友。因为联络不到你，因为那个这样子，啊、没关系，我放下面，这样子，好来，哇，我们刚刚还介绍完抽奖规则，然后他就第一个就没有中，没关系，我又抽了一个了，好看，我们有1000多张，好，来，我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字念成还是念胜？成是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陈陈差，应该是那个字念成吧，就是这个成。王圈成，电话号码后3码是257，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第一个恭喜精装版。来换下一个，好尾牙有没有？怎么样？我看一下，我都拉不同区的。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名字要留本名吗？这搞不好是他的本名哎、欸，可以是不是？可以，好，恭喜，这也没什么圈的、欸。这位朋友就本名，反正他这也不是本名，我们就念出来了。搞不好他这是本名，真的有人姓这个姓啦。啊，这位姓花的朋友，恭喜你抽到啦、啊，恭喜你的。姓花的，你姓花的，不是那一个很多250的那一个花，不是你。
是别的。两百五的花是什么花？有一个实况组花什么，他就很多角色两百五。对，你要电话号码的后三码是030。没有，我刚很认真在想哪位实况组。来，第二位，再来下一个。下一位，幸运的朋友就是简圈运，简圈运圈是马赛克，对，马赛克，跟诊所一样，叫号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保障大家的隐私，这样子。来，电话号码后三码是575，恭喜。我们有几个了呀？三个，你还要再抽七个。好，来再抽七个。来，下一个，哎呀。这位是陈圈宇朋友，你的电话号码后三码是009，陈圈宇，这第四个了。再来，许圈雄，这位朋友是叫许圈雄，你电话号码后三码是231，恭喜。哎呦，还有贴贴纸耶，贴纸好可爱哦。哎，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赞啊！来，这位是中。圈圈朋友，你的电话号码后三码是130。再来，这个也可爱。这也是沈圈莹这位朋友，电话号码是513。这可以给人家看一下，他画了那个拟人化的皮卡丘，哎，我遮住给你们看，看得到吗？他画了拟人化的皮卡丘，我觉得好厉害哦。七，我觉得很厉害。很好看，看到吗？看得到，看得到，有，对，它是你太近了，这样脸上的点细纹没关系啦，看起来皮卡就不要看我。七个，再来抽三个，下一个是周圈成，电话号码后三码519的第八位朋友，再来第九个夏圈会。电话号码是后三码是115，恭喜。最后一个，那我要拿12345678，没错，最后一个，就这张。好，是谁呢？好紧张哦！我很认真看这边，认真。电话，名字是吴圈荣，电话号码后三码是965，恭喜。他是杀人精的兄弟，杀人精，他有留伺服器啊。还是三哦，伺服器是三零哦。对，好，来恭喜以上这十位幸运的朋友。但是呢，来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线上活动，就说是压轴活动了嘛。压轴活动就跟尾牙一样，要怎么样？要加码，现场的朋友要加码吗？要加码，还可以抽。要加，还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加码，要答，要有条件啊。我们既然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实况歌后蛋卷来到现场当一日领领，你是不是要展现一下你的歌喉？太棒了，所以。那我唱歌给你们唱，还好哎、欸，唱歌，太好了。我跟你讲，我不会乱唱，我都唱游戏的 BGM 给你们听，这个是我的特殊才艺。好，等一下，我拿一下聊天室，我先看一下聊天室的反应怎么样。可以了，你们猜对才加码哦，猜不对不能加码、哦。对，猜对的话呢，我们就加码，看我们组委呢想说，哎，这题对他就多抽几个这样子，我们就给他一些名额。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聊天室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为什么要 Q 是没抽完，没有抽到啦，没抽到。还有机会啊！我跟你讲，我不会乱唱，我特别要带这个，就是我会有题目的，我会照着唱，我不会乱唱。学一下，听一下歌好不好？他就是我们在就是开始之前有特别请他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这样子。这个我平常就很常在练习了。真的吗？对，我平常有事没事就会哼一下这个背景音乐。大家记得要猜对，好不好？嗯，猜对，加油，你们一定行的。猜对才有加码哦。那我们先来一首，抽两个怎么样？先来一首。等一下，这样唱舞唱什么？为什么后面一直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很奇怪哎、欸。我不知道后面的好像很难，有没有现场有帮我准备什么耳塞或是耳罩之类的吗？不行啊，你要听题目、啊。哎，那个导播的耳罩借我一下，谢谢。来，你要看题目，我要看题目，对，你要看，我看而已，我不用听哦。嗯，你不能听啊，我先不给你看，你也先猜好不好？我哪会猜？我猜不到，我是会通灵。你跟着他们一起猜，对，我是会通灵。你不能看题目，我开始了。现场人在哭，现场已经有人在哭了，笑到哭。好了吗？我看有没有人啊，没有，还在延迟啊，要延迟。
队也可以举手。谁啊？为什么摇头了？没有人唱的对，是不是？没有人唱。我跟你讲，我提示，不是啊。等一下，很重要的组成。不是，不是，等等等等等，没有人猜对，这加码没办法进行，知道吗？这个加码不行。哦，越唱越像了，应该会越唱越好吧？大悲咒不是大悲咒，不是，我提示，它是前面的组成。怎么有人猜对了？破落城市啊，没错。哇，来来来，放给大家听。你靠近你的收音麦就应该就可以了。我们从前面开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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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室说那个猜对人是会通过，有人猜对吗？有啦，一个而已啦，只有一个猜对吗？只有一个啦。哎、欸，他猜对很厉害，好不好？我抽两个，抽两个奖励你，我抽两个，你很棒，你真棒。对，你们再继续猜，猜不对叫亲朋好友来一起猜。这个人叫做林玉圈，因为第三个字我看不懂，电话号码后三码是0711，恭喜！你要感谢那个猜对的人，感谢他，他这是唯一一个猜对的，你知道吗？唯一一个 ，Only One， 好吗 ？Only One， 好来，下一个，恭喜陈威圈，我都看不懂最后一个字，陈威圈，电话号码后三码是832。我们还有下一首吗？请问我们加码，主委加码有几个名额？有啦还有啦，还有啦，就只有三个名额对吗？三个名额。再来这个也是回忆系列的。三个名额。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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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让我一个双下巴就跑出来，你知道吗？我就做那种很无奈的脸，然后双下巴就跑出来了。天空之城吗？天空之城吗？不是不是。魔法森林吗？魔法森林吗？差很远。玩具城，玩具城。哎，对了，谁猜对了？干他女儿，他一定是每个就是打出来，他知道都打出来。没错，我要证实一下，我没有乱唱。我居居，你很赞呢，居居猜对了。有吗？有吗？后面还有人猜对，是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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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真的是让我的双下巴一直跑出来，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少人同台可以让我一直这样哦。可以可以理解吧？很像吧？谢喽。很多人猜对吧？谁啦？天籁，超多人猜对了，谁啦？居居第一个猜对。送你们三张，虽然我觉得这个送分题应该只能两张。对，我觉得他就是他猜完马上就猜下个地图，你知道吗？没有吧，应该是全部猜的吧。他打天空之城，下一个马上就打玩具城了。怎么可能？真的啦，我不相信。真的啦，来，那我接下来要难一点的。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浅圈云，电话号码后三码是506，恭喜。我要出难一点的，我下一题会比较难。下一题。哎呀，哎、欸，这个人很有趣。他说我朋友金苹果100抽全部都垃圾，只好祝他抽到。哎、欸，抽到了耶！专辑，哎，结果是你抽到，你朋友好可怜哦。啊，一百抽他丢，他搞不好等一下会加码抽到嘛。好，那好，你就一百抽都抽到垃圾会很烂吗？当然啦、啊。然后朋友没有重点是朋友还抽到专辑，这才是最难。对啊。哦，好吧，对啊、那绝交了。来，马圈会电话号码后三码是070，绝交了。然后我找一首比较难的。不要啦，拜托啦！
现在有些朋友是汤温婷，第二码后三码是728，我们抽五个了吧，对吧？嗯，对。水啦，好，这题比较难一点点，你们真的不会，我再提示你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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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五个，这个金丝要抽五个，这个五个，好了好了，五个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我跟你讲，你一定看不出来什么图，因为你是菜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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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出来了？噔噔噔，你一定听错。没有，我讲给他听的。噔噔噔噔噔，大家可以讲，永远一起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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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我讲。吧，哎，怎么没有人猜得出来啊？好，我跟你讲，我认真一点，我两边都带起来，不是？没有这个图是不是？没有主持人，时间神殿，不是哎、欸，这真的是丰富必须认吗？真的是，也，你们认真呢？噔噔噔噔噔，水晶花园。噔噔噔，我知道啾啾的处刑曲。哎呀，你在干扰我了。处刑曲。噔噔噔，水世界。马加提亚城。噔噔噔噔，这里很重要。噔噔噔噔噔噔，我已经念了英文，大家还不知道，赶快 Google 一下啦，快点啦，三扇门。武林桃源是什么啦？我们这一家，万神殿童话村。哎，猜对了，你怎么知道是童话村啊？对，是童话村，公布给你们听。主持人眼泪要流出来了。小编说他选择死亡，小编说的，小编说的。小编你怎么这样子啊？怎么这样子啊？哎，这个是大家的回忆，那个时候刚出这张图的时候，这里很漂亮哎，背景音乐很好听，一直在那边倒月兔哎，跟着我一起哼。哎呀，新游戏，风外新风之谷是吧？新游戏，新游戏。这是农历七月仙界的风之谷。好了，他是抽五个。真的猜对了，还是对他猜对，他猜对了。可是他是全部都打出来，他听你唱歌就觉得哇，天上就有个灵感，就一定要让你们抽五个，真是赚到了。这么简单的题目，对啊，最后了，最后五个，来，陈娟维，电话号码后三码是997，赖圈青，电话号码后三码是640。为什么他在叹气啊？不是，我觉得那种历劫重生的感觉，不知道聊天室是不是跟我一样。哎，看不懂啦，罗慧，算了，罗慧圈，电话号码是五，后三码是568。我真的看不懂那个字。哎，水哈，再来是吴之圈，电话号码是后三码是949，你抽几个？不知道哎。OK， 那你不要动，12345678，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来，这位是。潘圈明，电话号码后三码是203。我刚好看完演唱会一样累哦。我刚好像做了法会一样累哦。你演唱会我法会啦。我们那个现场留言任务刚刚的抽奖呢，得奖者我们小编在直播结束后会统一的po文公布，大家来关注我们粉丝团，就是会再po文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这边告一段落，不知道为什么主持人觉得特别累，有点我觉得很好玩，喘不过气的感觉。我觉得很棒。那天是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很快乐。真的很高兴在我们15周年的时候邀请到蛋卷来到我们这边担任一日影评，希望下一个15周年也是蛋卷来到这边来担任。如果你们出更多的 BGM， 我会每一首都练起来的，我会练起来，真的。公司说先不要，公司说不是我说的，公司说先不要，公司说先不要。
好啦，我们希望还有下一个15年、20年，还有50年。原谅主持人声音这么平，真的是没办法，刚刚好像做完法会一样。好，再次感谢所有我们在线上的冒险者，谢谢大家待到最后陪我们到这么晚。那今后呢，也请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新风之谷。我们下次见，下次活动见，拜拜。下次不要再唱歌，9月又要唱歌了。好了，拜拜。下次见。